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首歌曲啦。今天能够来到这边表演，其实啊，这个我们最大最大就是我们主办单位啊，特别邀请到 AKB 的，就是我们的弥陀区域公所，我们邀请区长，还有我们的弥陀区域会的总干事林子清总干事，还有欧区长，我们上台来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！好，来来，都来，我们一人一边啊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来拍张合照的。大家一样看着我们的那个，好，弥陀丝路鱼赞。好，我们看右边的朋友，中间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也非常谢谢区长，还有总干事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也再次掌声给 AKB48 Team TV 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回家注意安全哦。那也希望呢，未来呢，Team TV 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。没问题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预计是每个月都会在华商的乌梅剧场举办我们的手牵手公演，所以如果大家对 AKB48 的 TTP 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来到台北看看我们的表演哦。如果详细的话，可以上 IG、Facebook 或 YouTube 搜寻 AKB48 的 TTP， 就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资讯哦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谢。好，那在 TTP 的表演结束之后呢？